我是老花医刘子尊，我是二八元艺，我叫啥来着？我是老花医刘子尊，我是二八元艺张克磊，百花集徐成林。我们三位作为青红花卉职业培训学校的三位创业导师，我们是山东省唯一一家带有教学资质的花卉电商培训学校。我们三个人呢，会把自己所有会的以及自己的创业经历，还有如何手把手的让新手小白从零到一千单，共同的来做一个见证。我们的办学宗旨是带着看，带着干，带着赚。对，赚钱的赚，让真正的想学习的人能够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，在此呢也是非常期待大家的一个加入。大家好，我叫张克磊，我是二八元艺的负责人。然后从2019年年底，2020年年初，我从部队退伍回来之后呢，一直就开始做我们这个花卉电商这个行业，也是算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吧，对吧？这个。部队退伍军人返乡创业，经过这一年的创业呢，多多少少在那个花卉电商这个行业呢，也算是干出来了一点点的眉目。我们现在花卉电商这个行业从业人员，从业人员也少，然后呢，但是呢，有兴趣的人也比较多，所以说借此机会呢，我们也就算是，组建了我们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团队，在这个我们董院长的这个号召下，我们三个人呢。一起为大家这个去赋能啊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最后呢，欢迎我们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来。我是老花医刘子尊，从2015年呢做电商至今，也是走过不少的弯路。从最早的快递发一单十几块，甚至说不赚钱，有的时候做一单还要赔几块钱，到后来的三天有一单，啊一天有三单，再后来慢慢的自己随着经验的一个提升。一开始的时候快递的价格打不下来，自己也去当过快递员，也去送过快递，发花的时候呢也有各种的一些个曲折，包括也被割过一些韭菜啊。很多的人就说如何去做这个电商啊，这了那了的，又加上现在由于咱们这个号召乡村振兴，于是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培训学校，想要真正的从实际上入手，让每个人都能够学会这个电商，能够从零，从开店零到一千单的所有的过程，手把手的一个教学，而不是那种单纯的纸上谈兵。我们更多的是实战，我会亲自手把手的去教，一直包教包会那种，让真正想做生意的人，想要去创业的人，有业可创，有事可做，有事可为。大家好，我是百花锦园艺徐成林，在青州做电商做了将近6年了，在每个阶段哈，你像前几年是做抖音，可能是需要运气，可能运气的成分要占很大一部分。从去年开始哈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抖音这边已经草根的一些网红已经越来越少，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数据化运营的时代。现在像咱们绿植这个行业，基本上头部前20名基本上都是作为一个团队，一个数据化运营的一种模式。通过这场培训，我希望青州电商能够合作共赢，共同分享，一起把这个青州电商越做越好。这里有我创业的经验，这里有我创业的故事，这里有我创业的技巧，期待您的加入，期待您的加入，期待你的加入。